一同来宣读第一节。清早起来就先把主吃饱，大家一同来过照会生活，守晨更天天来，多阿门灵就开，整天享受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同在。无论何处唱乐歌，过照会生活。七早没有就将主吃饱呢，将这个晨曦作为你们 的第一餐。Amen。对，那我们就用你来唱第一节。我们请思琪的姊妹为我们起音。清早起来就先把主吃饱，大家一同来过早会生活，守晨更天天来，多阿门灵就开，整天享受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同在。哈利路亚，主同在。无论何处唱歌，过早会生活。
个第二句也是你们的，把你们改成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的名字。请建华弟兄示范一次。还有郭崇生弟兄。然后我上这第三节的时候，我就唱：基督是我的，也是重生的。大家会吗？那我们现在就找你们的同伴，两个两个为一组，然后我们站起来唱第三节。阿门。赶快找，赶快找。一定每个人都要有同伴哦。同伴，那我们请诗琴的姊妹为我们起个音。基督是我的，也是我的主，大家一同来分享他自己，在教会，在家里同享他的福气，哈利路亚。Oh
手起来啊，还很陌生啊，来继续来，二十再继续。